2018年，我带着梦踏出东马，来到新山，寻找一个展露光芒的地方。充满变数的未来迎接着我，秉着一份坚持，怀着满腔的热忱和勇气，学着编织梦想。我与伙伴一起学习泡制好茶，从选材、熬煮到调味，这期间我们持续累积信心，期待有朝一日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的努力。梦想的第一步是顶下了这个店面，打造成我们喜欢的样子。我们将130平米的店面划分成了三个部分，凝聚的空间，这是一个聚餐或独处的地方，所有情绪和时间都凝聚在这里。服务的空间是我们呈现待客之道的地方，所有客人都能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用心。最后是我们的料理空间，这里有扇小窗，它是通往炒珍珠的入口，也是幸福香味的出口。每天我们都会在料理空间与厨房待上好长一段时间，用文火耐心翻炒的珍珠是我们的独家产品，一颗颗浑圆的黑糖珍珠口感独特，火候控制得宜，才能炒出的焦香在嘴里化开，令人意犹未尽。我们在这里细心钻研，用天然的食材，累积的经验和满满的诚意，制作每一杯骄傲的作品。时间不会浇熄我对梦想的热情，秉着一份初心，用我们的梦煮出一杯杯蕴藏手作温度的奶茶，希望这温度，这茶香，能温暖你的味蕾，带来幸福的味道。